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嘉豪。再过几天呢，就是母亲节了。今天嘉豪我要做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计划。大家有看到我身上这些花束没有？今天嘉豪要去把这些花送给辛苦的妈妈们。走，我们出发去。一起走 ，Go Go。让我们把康乃馨送出去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嘉豪。在这个周末就是我们的母亲节，今天嘉豪我做一个特别的计划，那这种花束就送给我们这位漂亮的妈咪。对，好，祝福你母亲节快乐。哇，然后上面有我写的一些小卡片，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嗨，弟弟，你有没有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啊？那可以现在再说一次呢。母亲节快乐！哇，好棒哦！母亲节快乐！耶！守着热情的节奏，进攻防守决定在我不懒惰，一起走 Go Go， 我们有共同的梦，挥发跑 Go Go， 抓住起跑的感动，把所有信心握在我们手中，地球也为我们转动，主题也 Ho Ho， 感受世界的不同，不要说 No No， 躲起来闭关自守，要努力。那今天叫康乃馨呢，全部送完了，还有一束，当然这一束不会送啊，这一束我要给谁呢？当然是给我妈，吕嘉豪的妈妈。蔡讲生日快乐，第一，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，辛苦你了，我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我是嘉豪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